速度、速率有加速。
知道了，运动风险速度可以调，速度可以调，速率也可以调，就绝对值，加速度也可以调。对，不管体感怎么样，我先把运动方程写出来，总是没问题的。x 等于 t 的平方 ，y 等于这个运动方程怎么写 ？x 的部分怎么写呢？负 t 平方加上一个 i 吧，就表示这个是我 x 部分的运动。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我的 y 加上负 t 的四次方加二 t 的平方，相当于 j。所以这个就是题干所给出来的运动方程，再通过运动方程一步一步的来某一时刻的速度。速度 d f t y 于 d t 就等于速度。我们把求导求出来，答案是负二 t i 加上里面是负四 t 三次方加四倍 t k。这个等于的是任意时刻的速度，这个题目是 x 等于负 4m 时粒子的加速度。 x 等于负 4m， x 等于负 4m 的时候，我的 t 等于什么？这个等于4的时候，我的 t 是等于2的。F 等于负 4m， 实际上就是 F2。 也换算成速度，也就是 Rv。 Rv2 代进去，答案是负四派加二二三四方四万三三负三十二。化解一下，就是负四 i 减二十四 j。 首先这个是答案，然后除了答案，大小为四的平方加二十四的平方的根号。
这个 v 二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二代表什么？两秒。对，两秒。什么叫两秒 ？v t 等于两秒。这个写出来代表的意思是什么？两秒时间内的速度。两秒时间内的速度。那么。所以这个题目其实要注意的点只有两个，第一个，通过 x 等于负 4n 推出我的时间，还要求的是 t 等于两秒的时候有的速度、速率和加速度，再通过 ft 穿越时间 t 求导。
这个题目你们要回看的话，发给你们的 PPT 里面再看就可以了。然后课堂上我就直接这么弄。现在尝试看能不能做一下这个题目。设置点做二维运动，二维运动，那我建立的坐标是什么？二维的吧 ，xy。R 等于 2TI 加25T 平方，它这个写的是 R， R 也就是我的位置，位置也就可以等于 2T。运动方程这个没有问题了，因为运动方程表达的是任意时刻的位置，而这个表达的都是位置，我这里相当于多加了一个时间 t 的变量，但是表达的内容是一样的。t 等于零秒及 t 等于二秒的这点的速度 ，t 等于零 ，t 等于二。运动方程报速度，我们讲很好对吧？求导 r。关于时间 t 求导，也就等于 d f t 关于时间 t 求导。我们把这一部分求导，答案是 i 减二 t 减，这个得到的是我的任意时刻的速度，任意时刻的速度，不管是 t 等于零，我们就把它单独得到 v。t 等于零，代入这个里面得到 2i v t 等于二，代入 2i 减四 j， 这个不管是大小还是方向都知道了，不管是大小还是方向都知道了，所以运动方程实际上包含的东西非常多。你们基本上写出运动方程，所有该知道的东西都会知道。这个上面就写出来啊，速度等于 d 二乘以 dt， 答案是 2i 减 2tj。完了 ，t 等于零的时候代入我的 v 零等于 2i，t 等于二的时候代入我的 v 二等于 2i 减 4j。大小的话，我这里就不求了，比较简单，二的平方加四的平方再取个根号就是。方向也就是 tangent 等于负四 r 这个角度，你们到时候考试的时候这一块你们算不出来，因为要计算器嘛，算不出来没关系，把那个画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 2i 减 4j， 画个这样的东西给我，要把这个 r 表出来，这个四，这个四表出来。这个 v t 等于二，画出来也可以，因为这个角度没有计算器算不出来，这个也得不了，这样画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以质点沿 x 轴做直线运动。这是一维运动还是二维运动 ？x 等于十加八 t 减四 t 的平方。如果我要写成 f t 的话，等于什么 ？f t 一四 t。哎，十加。r t 减四 t 的平方 ，i， 这是个一维运动啊。
这个时候我们画坐标就没必要画 x y 的一轮运动，画个 x 轴就好了，给第一个空间，对吧？质点在第一秒和第二秒内的平均速度。什么叫第一秒和第二秒？别的先不管，先把速度求出来。速度在任意时刻内，一样的吗 ？FT 关于时间 t 求到的八减八 t， 哎，速度对吧？但是我现在这里第一秒和第二秒那个平均速度。不是时间点的速度，而是平均速度。这个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程？平均速度怎么求？我们现在只知道时间点，不知道内容的话，有一个简单点的方法，画图。横坐标为时间，我把不同时间我的速度。画在这个里面，然后我计算，通过计算面积来计算我的平均速度，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、比较方便的方法。比如两秒，我们就要画 t 从零至二秒内，我把它速度大小画出来就可以。t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速度等于八 ；t 等于一的时候，速度等于零。t 等于二的时候，速度等于负八，对，负八二，负八。然后，如果我们把中间的一些点，比如 t 等于0.5啊、0.6啊、0.7啊等等等都画出来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是一个。直线，我的速度从零秒的八米每秒到一秒降为了零米每秒，到两秒的时候降为了负八米每秒。这样的话，我的 v 平均值。在 t 等于零至一期间得多少？我们把这个速度跟时间的平均值的面积算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多少？V T 等于